可爱大叔首登台，勤劳肯干，你不得不爱。女嘉宾看我行不行？还行，七十来岁的人有这气质就是很不错的。男嘉宾的这个喜庆劲儿啊，这个爽快劲儿哈，特别打人。品质德行样样都好，就这个身高不太讨巧。那我俩就差个儿。其实这年龄呢，个儿不是主要的。叔叔往上拔一拔。你别说，你俩挺般配。男的不显个儿。男嘉宾脾气太好惹争议，密室女嘉宾说他娘里娘气。你喝点水吧，你这是操着嗓子显干。他做的真的太够格了，哪个女人嫁给他真的是很幸福。那就没有男的呀。对，男的要男的必须有阳刚之气。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爱的选择》。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爱的选择》，我是主持人孙霞。接下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瑞来。嗨，大家好！真正的爱情能够鼓舞人，能够唤醒内心深处的才能与潜质。《爱的选择》，选择爱，我是您的朋友瑞来。掌声欢迎小姑娘文文。嗨，爱情就像手捧沙，抓得越紧，流失的越多。我依然是绞尽脑汁为您促成美好姻缘的小姑娘文文。我同时欢迎密室节目四位女嘉宾。嗨，大家好。你好，嘉宾，你好。吃过那么多的苦，我还是这么年轻，我来自沈阳，我是刘国芳。欢迎二号女嘉宾。温柔就是我的符号，我是来自沈阳的谭雅英。三号女嘉宾你好。风风雨雨的大半辈子，我就想幸福的过好我下半辈子。我是来自阜新的于凤荣。欢迎四号女嘉宾。不爱说话不是我的冷漠，为了是更好的遇见你，我来自沈阳的刘凤敏。很多嘉宾都说啊，自己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了，就想在退休的这个时候呢，好好的享受生活。但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位男嘉宾就不会享受生活啊。那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掌声有请他上场。It's a beautiful night, 人不在高，有才则灵。女嘉宾，看我行不行？欢迎您，你好。你好。这有句话说，山不在高。有限则灵。您是属于人不在高，有才则灵。这些啥才呀？是哪个才呀？我们叔叔啊，不光是口才好，另外那个才呢，是属于自己能赚钱，但是他有个优点，他不会花钱，所以他今天就来对了，就想找一个人呢，帮他持持家。我们叔叔来自本溪啊，人也非常的善良。你要说他不会说呢，但是人缘还超级好，所以我觉得呢，又有人缘，又有双才，就差一个女士与他为伴，是不是？替你花钱，怪不得啊，又灵这儿又灵那儿的。那本溪有山高。水长的 对吧？啊，人杰地灵的，还可以，就是本溪的。而且咱们男嘉宾长得这样，有点像卡通形象。他那小牙，多好啊！这么说吧，很对不起观众。哎呀，特别可爱。还行，七十来岁的人有这气质，就是很不错的。来吧，看看男嘉宾平时啥样。2820号男嘉宾何长燕，71岁，本溪人，丧偶，本刚退休，有住房，儿子已独立。也许不会大富大贵，我要你一生安宁。大家好，我是能吃苦爱干活的何长燕。他们都说我是一头老黄牛，但是我不是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黄牛。我从小就特别勤快能干，刚刚上班的时候，人人都说我是老黄牛，因为我踏实肯干。从上班到退休，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当时我的领导也很认可我。退休后，我一直没闲着，找个地方做保洁。邻居问我：“老何，你一个月4000多块钱不够花吗？你挣那钱干嘛呢？”嚣张编导啊，你可不知道我呀，一天不干活都难受。有老朋友问我：“你这一辈子干活屈不屈？”我没有什么爱好，我就乐意干活，干活是我的乐趣。如果身体允许，我希望每一天还是有点事儿干好。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浪费自己一辈子的任何时光。当然有个老伴儿，我能换一种活法。爱的选择，我来了。男嘉宾，你能干呗？到现在还得干活。这男嘉宾的择偶标准是对方不要太高，你最起码不要高过他啊。男嘉宾人家就是过日子宅，他不像71。有的人60岁没有他呢，精神状态可那啥了。啊，确实是不像啊，不像。想看一看密室女嘉宾对你的印象如何，好不好？来连线密室。
男嘉宾你多高啊？1.67米。啊，你是天天干活累的吧？咋的呀，累矮了？这个高个矮是说遗传，不是说干活就能累着。我也农村的特别勤劳。这一号姐姐是尬聊，尬聊，没事找话行。所以一号女嘉宾，您看男嘉宾，你是从哪儿看出他比较劳累？是他长得沧桑啊？不脏啊，啊，好的，就是还挺善良的。啊，您多高？我1.6米。1.6米还可以吧？我1.6米，我170斤，挺好。170斤呢、啊啊，那可有点特胖了。我都没有170斤，我才有140多斤。那家里不得有个170的吗？我想问一下，女嘉宾身体健康不？还行。啊，这就可以。哎呀，嗯，胖瘦都是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决定的，是不是、啊？是。我现在掉5斤了。掉5斤了都。嗯、好，来，谢谢。一号女嘉宾，二号女嘉宾，你好。男嘉宾，你会做饭吗？会，蒸馒头、蒸花卷儿，那个烙饼，这都可以做擀面条嘞什么的。你家常便饭，想吃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菜呢？煎炒烹炸都行。菜这么说吧，要来个10个8个人，我都能招待出。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掌勺啊！你这可不是一般的会做呀。您算问对了啊！二号我们嘉宾，我想问一下，您会做饭吗？我做的不好，一般吧。能吃，反正是吧？能吃。哎，就有这样一位哈，你别说你一个人了，10个人都能伺候过来的。嗯，太好了，太好了。从一号问到二号，就没问出他啥缺点来啊。三号得努力了啊！谢谢二号，来三号你好。男嘉宾你好，你给我认相真就不错。第一吧，我就看你就是很诚实，从语言各个方面吧都能拿得出哈。唯独的我是很看重你，但是我认为咱俩的个儿不太那个，不太适应。要不得我真就看好你了。你多高啊？我1.63米。1.63米跟我个儿也差不多少。差不多少啊？您觉得这个？你嫌他矮是吗？嗯，我家姐姐我个儿是最小的了，我家那帮姑爷子都是1.8米到高个儿。完，我认为吧，这男嘉宾真就挺好的。就是在阿姨说的当中，叔叔一直在往上抻，镜头里都能看到。往上拔的，往上拔个儿。我眼里吧，很不揉沙，很那个不揉沙子，看真就挺好，真就挺不错的。你这个个头这事儿能绕过去不啊？就说能。就说他即使是1.67米，我也想了解了解，有可能往下发展，有可能没呀？能聊聊吧？啊，能聊聊是不是？啊，我问问他，那是男孩女孩啊？我是男孩。啊，我是一个女孩，完了我也有双宝。谢谢三号啊。那个主持人下午好。你好。男嘉宾下午好。啊，你好你好。男嘉宾挺优秀的，嗯，挺实在的，谢谢，是过日子人，嗯，你是最棒的，给你点赞。男嘉宾适不适合您？第一印象如何？还行，还可以。嗯，就慢慢往后了解呗。行行、嗯，好，第一轮连线结束了哈。男嘉宾，你要从四位当中首先要选择出一位先上台来和您聊聊天，这样我们二位可以帮你做一个参考。男嘉宾的这个喜庆劲儿啊，这个爽快劲儿哈，特别打人儿。所以你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呢，咱们四位姐姐对你都赞赏有加。一号姐姐呢，虽然体重哈有点这个超重哈，但是呢，人家也是特别欣赏你的，包括二号姐姐都是一样。但是我觉得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个头上比较纠结的三号姐姐，是吧？差了2厘米，差了3厘米，你也纠结，她也纠结。但是呢，最后呢，你也觉得见一见挺好，因为唠得比较爽快。另外呢，四号姐姐那喊口号喊的就是好，你就是最棒的，是吧？所以呢，没有别的更多的评价，就是最起码感官的印象对你就特别感兴趣。热情度来讲，三号和四号热情度要更高一些。反正不是我的菜，不是我最喜欢那类型的。我就直接从性格上啊匹配一下，就是我们的三号是和你是最匹配的。别看他说他介意这个身高，但是你俩的性格在一起真的就是一对开心果。因为他也是爱说爱笑的女嘉宾，你比他高3厘米，你也比他大3岁，无论从年龄还有你们生活方式，你俩都特别的对等。如果真有机会你就选他下来，我觉得身高真的不是距离，聊上之后我相信他对你的感觉一定会非常的好。但在男人当中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恶习，这样好，还可以，嗯，最好
那么男嘉宾会选择谁呢？广告过后精彩继续，爱的选择我在这里等你。品质德行样样都好，就这个身高不太讨巧。嗯，那我俩就差个儿。其实这年龄呢，个儿不是主要的。叔叔往上拔一拔。你别说，你俩挺般配。男的不显个儿。退休之后还把工作找，女嘉宾直呼接受不了。啊，说周一到周六你是保洁，周日是门卫。想着想着多好啊，都70多岁了，还干啥呀？就是不同的人。都找不同的乐趣。爱的选择，稍后我们接着看。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3斤送3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6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男嘉宾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我选3号。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3号女嘉宾。我有一双巧手，就是到我手里饭菜，我既做的既好吃又爱吃。我想男嘉宾如果要是摊上这样一个好女人，是一生最幸福的。我是来自阜新的于凤荣。好，欢迎您。你好。你好。那他上台了，哎妈呀，上那去了啊。不想聊嘛，就去了。您这个是做法好吃是自认为的呀，还是所有吃过你家饭菜的都觉得你好吃？
所有吃过我家饭的，就是到我家说的，这平常挺普通的饭，咋这么好吃呢？就你一做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就是我开过小吃铺啊，开小吃铺，现在还在开吗？现在不干了，干不动了。已经不干了是吧？男嘉宾做菜也非常好吃，那你家。那就PK 一下啊！对，他给我做放马过来做一道饭，我给他做一道饭。这个人他咋年轻？他爱劳动，他不闲着，完没有恶习，他就年轻。锻炼总锻炼，有恶习的人不是坐着就是躺着，就不勤劳那样人。女嘉宾，我想问一下哈，一般就比如说认为自个儿做饭很好吃的，都会吃惯自己的味道，别人做呀吃不惯。我有那感觉，有那感觉，就是我做最好吃，别人做都不好吃。我就是一般情况下，只要我在的话，我就不用别人做了，我就认为他做的没有我做的好吃。其实你做那玩意儿我也不爱吃，拉倒，我别浪费粮食了啊。所以你能说你挺挑吗？我挑我是不挑，我但是我这个人吧，性格特别那个。善良，他俩都挺善良的。我认为世界上就是找我这样善良人就没有了。那你善良一回呗，三厘米身高差是距离不？那我俩就差个儿，不挑个儿哈，他俩还行。你俩站着来，我看看能差多少。二位来贴近一点来，看看也就一边高啊。你看，哎呀，男的也高点呢嘛，那瞅男的么哪一个？男的不显个，男的不显个，女的显个，男的最起码得1.7米。他穿高跟鞋没？他穿高跟鞋更高。人没穿高跟鞋。叔叔，往上拔一拔。高半头高这些，男的不显个。你别说，你俩挺般配啊、哦，没有说的。你是不怕说有一天领他？哎，这时候新找的老伴儿，别人说，哎，太矮了，还没你高呢，是不？还怕别人这么说呀？我不怕，这岁数了，怕啥呀？那有啥顾忌啊？这3厘米啊？没啥顾虑。没啥顾虑。其实这年龄呢，个儿不是主要的。你说个儿再高有啥用啊？没有用。我喜欢。真的吗？咱先看看女嘉宾的短片，了解一下她好不好？来，好。2484号女嘉宾于凤荣，68岁，负心人，丧偶，国企退休，有住房，女儿已婚独立。女人先要爱自己，才有能力爱别人。大家好，我是来自煤电之城阜新的，我的名字叫于凤荣，今年68岁了。回顾我的前半生。真的太不爱自己了。从单位下岗后开小吃部，卖过鱼，卖过菜。我的生活很辛苦，半夜2点多钟起来就到菜市场批发菜，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了。为了女儿，我俩的生活，为了生计，为了抚养女儿，可以说很多男人干不了的活我都做过。当时幸亏有个好身体，不然就扛不下去了。现在我退休了，女儿也成家立业，不用我再操心了。我也要对自己好一点，享受享受晚年生活。我是一个会做饭的女人，我做饭可好吃了，就是很便宜的菜饭，我一入手做上就是很好吃。闲下来的时间就是跳跳广场舞。现在我才懂得，生活是用来享受的，而不是做生活的奴仆。老人的晚年更要学会放下，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我要通过努力让生活丰富多彩。可是在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我难免会有孤独孤单的感觉，甚至觉得身边少了一个陪伴我的支持我的那个人。爱的选择，我来了。他就是吧，他俩年龄还挺大。他年龄好。爱的选择，您来了。好，接下来女嘉宾呢，咱跳广场舞的。男嘉宾跳过广场舞没？我不跳舞，我这个人吧，就是这辈子唯一这方面的我有无缘。我觉得阿姨哈，你找到一个这么活跃分子的老公，你说你多幸福啊！那接下来呢，彼此打个分数。首先，男嘉宾给女嘉宾打个分数。我也打100分。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数。男嘉宾给你打99。好，接下来请二位坐下来慢慢聊聊，请。北京是不错，但是你得跟他待住了啊。我们矿上子女退休的，就是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实惠呀，就阜新矿呗。哎，阜新矿务局的。嗯，你现在有住房吗？我有。啊，个人单住啊，是和孩子来一起？我自己单住。啊。我3楼，70平米的楼。啊。我是1楼。我住的是，因为怎么的，这个年龄啊，完了住1楼比较方便。1楼挺好。还行吧。多少平米呢？我那能不到60平米。那咱是好城市呢，也行。你
来也没打字。对呀，而哪都是假，哪都是假。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男嘉宾的感情经历。我和我的前妻打小是邻居，两小无猜，感情挺好。我记得他小时候什么事都找我，犯了错还怕父母教育他，他都会叫我帮忙扛上。就这样，我为他遮风挡雨，从10岁到60岁，我们一起度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但后来他得了癌症，离开了我。后来老伴去世以后，经过别人给我介绍，2014年我又找个老伴，虽然我们没领证，生活起来也合拍，非常幸福。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可以相扶走过后半生，但是由于我性格太要强，一直都在外边打工干活，缺少对他的陪伴。沟通过没事？沟通过啊。哎，沟通过的结果是什么？沟通过结果我没同意。为啥呀？因为天天在家待着没意思。他也是一个勤俭的人，每年出去旅游2-3次就够了。我要是因为陪他玩把工作扔下，那除了出去玩剩下了300多天，天天在家待着我真的受不了。我这样的想法，女嘉宾们你能接受吗？俩儿子一个儿子。俩儿子。就男嘉宾，您是觉得在家待着你受不了是吧？我这个人呐，这辈子就是干活的命。自个儿享受享受多好啊，都70多岁了还干啥呀。就是不同的人都找不同的乐趣，我就干活就觉着有点乐趣啊。我身边这些人就包括我的儿子，就是也都不抽烟不喝酒，也不玩牌，我连打麻将我都不会。不会你来家待着，你这一趟那一趟的，退休了以后这一趟那一趟走，觉着太没意思了。完了回家呢，看看电视，看一会儿就困了，还睡着了。赶上你等应该睡觉的时候呢，就睡不着了。干点有意义的哈，就是做点有意义事儿，像唱歌，帮助别人哈，游泳了。这一天就是啊，出来都干活呢。您现在什么工作？当清洁工。清洁工就退休以后吧，他那场招聘，招聘我就去应招去，干，结果到现在一直来那干。你打算干到啥时候？干到什么时候？这个就看各个方面呗，一个看用人单位，看我身体能不能行，哎，他来用我，我就想干。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原因的哈，因为我们叔叔的儿子和儿媳妇呢，原来有一份工作哈，儿媳妇有份工作是1个月1500，但是他的孙子呢就没人照顾了，两人工作之后，孙子总是安排到他儿媳妇家的姐妹家去吃饭，所以呢，我们叔叔啊就心疼孙子。另外他爱人临走的时候还告诉他一定要照顾好孙子，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义务，所以他承担起这个工作，然后多赚点钱，让他儿媳妇呢退下来就照顾孙子，是吧？看见没？那钱得给他。我是告诉他，我说你来那啥一个月多钱？他说1300块钱。我说你回家待去，完我一个月给你1500，你把孩子照顾好。我这不想给儿子呢。那他没有头绪，没有头。所以您打工一共挣多少钱？现在加上你的退休金？退休金5000多块钱呗。5000多块钱要拿出1500来给你的儿媳妇。对。这是固定必须给的是吧？我因为我承诺过啊。谁家老人怎么样？挣点钱都给你的。比如说你家孩子上学了，你的儿媳妇脱出身来了，她出去已经挣钱了，这1500还给吗？那先再合计呗，到时候再说是吧。您现在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几点到晚上几点？我是七点到现场。完了5点的，按正常来讲5点下班。下班了。有周六周日吗？周日呢我看门卫。周日我看门卫。你还有个活儿？不是，就是来这啥就看门卫啊。不是，这就是保洁连门用人单位就这么安排的啊。说周一到周六你是保洁，周日是门卫啊，是吧？多累呀，那点钱能都为你吗？不可能。现在他享受不了啊。三号女嘉宾，我想问一下，你能接受得了吗？他天天上班，周一到周日。这个孙子一个礼拜上你家得来几趟啊？我孙子啊。我孙子就是因为他上学，现在小孩学习吧也挺累，他不经常过来。真的特别难的，重男轻女，他儿子孙子家来不得几个，他说给1500。我想问一下三号，他天天上班你能接受得了吗？你为什么问他孙子啊？你怕孙子到你家生活呀？
那要孙子，你再给他钱，完了孙子再给你隔三差五的连儿子带儿媳妇的长到你家，那他不来。那你能接受他天天上班吗？上班的那身体好，上班我原先我要身体好，我现在还想上呢。来，咱也看看卫视女嘉宾怎么看哈。男嘉宾好，你好，你好，我是二号女嘉宾。你这个年龄了，70岁了，还这么为了儿女还这么奔波。你现在为了儿子那啥，你再为了孙子，你这样谁跟你过日怎么能受得了啊？钱钱花不着，时间给不了，人人陪不了，你能舍得一个月舍得10天去出去旅游去吗？能请假请下来10天吗？出去旅游去？请假请是，你也舍不得呀，你这么敬业的人。他这个旅游这个事儿吧，就是有不少就是上了年纪人对这方面都热衷于旅游，就是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个我们需要欣赏，但是来讲呢也得量力而行。人家问你有没有时间，现在旅游都不算太贵。时间到时候要是真正的要是老伴儿乐意跟我上哪去，我可以跟单位请假，单位领导他也挺关心我。那你3天2头的能请吗？就比如说你这个月请10天，下个月再请10天。他是那么事儿啊，你旅游就咱们这些收入还能老出去旅游啊，一年能出去2-3回，这我看差不了多少了。那你往远走行不行啊？往远走的这玩意儿怎么说呢？往远走，你到那地方生活习气各方面，你咱就说俺们来东北。从小长大的，你要到南方去，就那些饮食咱们都吃不习惯。你这么大年龄了哈，还这么敬业倒可以，但是晚年了你还要找老伴儿，你还不想享受晚年，你不陪伴不能陪伴，那你还找啥老伴儿啊？那你就搁家为了孙子好好那啥，儿子完事了为孙子，孙子完事了宠孙子。你有头没头啊？找不着老伴儿，找老伴儿的没啥意思了。我告诉你，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给他太多了吧哈，那他就没头了。哎，如果有一天你咔一下停了，你找老伴儿了，你老伴儿说的别给了，咱都70多岁了，还打儿女，别给了。你儿子能生气为转头，我的妈呀，我爸之前给我1000，我现在不给了，拉倒了，以后别说我不管你。这是明着给的，按着你还得。咱点也得偷摸给点儿，就是钱财是身外之物。我对这方面虽然是干，我对这方面，你看我穿的都是很普通的。看那穿戴，你能瞅着？是这俩人穿戴，你看都背那包都是，这衣服最起码都是儿子捡儿子的，得多少年的？现在衣服多便宜呀！你这天是不是应该穿个背心？实话实话。我想问一下3号女嘉宾，男嘉宾每个月带孩子1500这事儿，算是他找老伴儿的路上的一个绊脚石吗？我感觉吧，就是给孩子这钱是明着是1500，完了，就是你开支这钱，真要是说得过日子，你掌握的话，你还得有缝儿，所以说还得给，所以说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这要是咱们牵手，有一些家庭这事儿吧。互相之间沟通，目前看我身体挺好，要是挣这些钱吧，肯定满足你够你花。人就怕他自私，他70岁了，一点会说、啊。70岁了，说讨就讨去了，说不行就不行。身体零部件那都熟透的刮了，你算一算去，够花这钱。你问你大叔，你买菜啥的哈？那花就这些钱肯定够花，就是。我找那个老伴儿吧，他也对这方面吧，他也挺满意。第二个那走可那种衣服就是啊，我能走吗？还搁外边打工，那女的搁外边打工，钱你得不着，你干啥呀？得不着人的得不着钱。你说你念公司，他能舍得10天陪你溜达玩儿啊？再说他那个吃喝也高兴。咱不说吃太好的吧，差不多得讲。那4000，我跟你说，他自己能花1000，他自己1000都花不着，500都花不着。我们叔叔每个月是挣退休金是4500，其实也蛮高的，自己再加上1000多块钱，总共是小6000块钱。但是呢，
我刚才也同意三号阿姨，就是你知道，不管你挣多挣少，我总感觉你就即便你挣4500，你还搭你儿子儿媳妇1500的话，你剩下那3000，叔叔你舍得你俩人一起用光了吗？你是不是得偷偷还得给你孙子攒钱呢？日常生活也就2000多块钱就能差不多。你自己还想攒点是不？哎，攒点呗，攒点他这人吧，就是你现在身体挺好，人都得生病，到时候生病前拿出来，两个人。看病什么的，他不也是一笔？不行了，他攒他自己过河钱，不得给你花的。对，完人给儿子有病给我看，分心眼儿。儿子要有病给你看好，老伴儿他能给你老伴儿看吗？你不白后续的不行。就你还想给你孙子攒一笔钱不？除了给他1000多块钱之外，将来还有计划给他攒点钱，再给他一笔钱不？你有这计划没？那个可能是就是目前来讲是没那个能力了。那我觉得还好，阿姨。好死了！你不给不行，让气坏了都。干人媳妇的病的，承诺了，可拉倒吧，待不了，这人不得。对呀，你就找老伴儿，就找老伴儿吧。儿媳妇妈没有老说话不好听，丧葬费你都得不着，你白伺候得不得？你儿子媳妇查过来的呢。除非你登记能登啊，登记不行，登记捞不着啊。儿女证从眼上给你，其实就是这个事儿，就是男嘉宾挣的出去挣的那个钱，给儿媳妇了，人家工资卡也没咋动，动也动个几百块钱儿。对，你说你别干了，是吧？你回来，他也就工资卡那些钱，所以就说，如果你不介意他出去打工，那这份钱呢，给谁都无所谓，对不对？你就说你别打工了，你回家，你天天陪我来。他的工资卡就是4500，你要出去挣钱呢，他的工资也是4500。你说4500，如果叔叔不打工，4500拿出1000多块钱，剩3000来块钱，那其实收入也挺高，也够用了。如果这个剩下这一部分钱太他拿的，你要乐意当家，我就要他去买粮买菜，剩下的缝大留着，那不行。其实女嘉宾哈，说到这儿，就是男嘉宾。你担心的那个肯定会存在，他拿出一笔钱来资助他的孩子，相信这种惯性一定会坚持下去。任何人和他在组建家庭，他也不会阻断了对他的孙子的资助。他的那些钱，如果两个人共同来支出的话，他肯定是要自己有一定的支配权的。如果要是完全让另外的老伴来支配他的这个工资钱财，作为男嘉宾来讲，他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如果要是想走进他的生活，就不要有过度的这样的一种奢望。但是我想和大哥说的什么，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就是当你的工作和你的家庭陪伴的时间出现一定矛盾的时候，一定要规划好这个时间，工作一定要充足的时间，陪伴家人也要给他设计好，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工作生活两不误。还有啊，你要是打工你找不着，你要是不打工回家待养老啊，还兴许找个打个伴儿哈。而且我感觉这个关系好像反了，因为在70岁的年龄，说不好听的话，你都应该开始赡养父母了，对不对？我父母一个月我给个800，给个1000的，这是我的一个责任，要赡养我的父母。您在70岁还在倒搭，这个就有点换过来了。你年轻小是你的老伴儿给你留了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我觉得人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他去世他走了，但是不能把这个责任压在一个70岁的老头身上，是吧？他最重要的还得是他的父母，遇到困难了，孩子自个儿先去解决问题。就您现在是行了，你跟他一家咱俩一块儿，我拿出1500可以了，但一旦成家，你有自个儿的家庭了，您再从你腰包里再掏出1500，不管一婚还是二婚，对方都得有点想法，是不是？咋整？无奈。无奈也难整，你说是吧？来吧，那接下来再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的感情经历。男女嘉宾一见钟情，一声亲爱的喊进了女嘉宾的心。我说亲爱的，这个粮食是宝贵的。他俩行，年龄差不多，因为两口子不分彼此。男嘉宾脾气太好惹争议，密室女嘉宾说他娘里娘气。你喝点水吧，你这是操着嗓子显干。他做的真的太够格了，哪个女人嫁给他真的是很幸福，那就没有男的呀。对，男的要有男的必须有阳刚之气。对，爱的选择，稍后我们接着看。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3斤送3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6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来吧，那接下来再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的感情经历。过了大半辈子才明白，两个人过日子，彼此惦念，彼此温暖，比啥都重要。大家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我也和每一个女人都一样，渴望和自己爱人一直到老。我离婚30多年了，我前夫就是那个性格太古怪了，脾气太大。当初我与他结婚，其实是看中了他的家庭。我的公公是当地刑警队的队长，我以为他能遮风挡雨，没想到我的风雨都是他带来的。爱酸脸子，脾气相当古怪，他对我没有关心，只有冷漠。他从来没有帮过我一下，每天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家，锅里只剩下一个凉豆包。我的幸福不会缺席，所以我要找一个懂我、爱我、关心我的人。你是我要找的爱人吗？可以说女嘉宾你在之前的婚姻生活当中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妻子被呵护的那种。没有啊，从来没有，太不懂事了啊。所以说吧，我感到这个男嘉宾特别懂事儿。三号女嘉宾，我想问一下哈，因为之前你家里，我能说七丑恶斗的吗？天天打不动手，打不打他就是还酸脸子，就是不点小事儿磨叽，磨叽完了就开始生气了，叮咣就锅给你凿了，缸给你凿了，玻璃给你凿了，包包饺子擀面杖掉地下了，捡起来了，完就开始骂，把饺子都给揉上啊，都给揉起来。他是说之前就这种性格啊，还是？就是一直就这性格，现在他也是这性格，跟谁过搞多些个了，跟谁过，说这啥人呢？太不正常了，就是过不了。脾气暴躁，不懂、哦、不懂事儿，就是不懂事儿。那你觉得找对方是属于对方性格更重要，还是工资卡更重要？他就是心疼我、爱护我，就是同情搭理，没有那么多坏毛病就行。嗯，那我替您问问啊，咱们男嘉宾您性格咋样？看出来，我一看就挺好，懂事儿。咱说对妻子啊重情重义也算是吧，妻子说完一句话怎么
苦怎么难我能扛，七十岁还搁那扛呢，我看挺懂事是吧。男嘉宾您这一般生气的时候啥样啊？我这人吧很少生气，哎，就我那个原来那老伴吧，他性格不算怎么太好啊。那个我跟我儿子就俺们那刚上的楼，那个路边那都没收拾干净的，也没铺油板路，就是泥。有时候下雨阴天来进屋来，到时候就给那个鞋那泥都得卡死掉。但有时候俺们卡死不太硬，就生气了。不太硬，俺们进屋了，老伴儿拿起来鞋就给扔出去了。啊，哎，我说别扔。那他你自己出院就找去。那你当时他给你鞋扔出去，你没脾气吗？没脾气，这老头脾气是好，脾气好。就是什么的，他跟我吵吵吧，我给他倒一杯水给他送去。我说你喝点水吧，你这吵着嗓子显干。他就扑哧瞅我笑了。他笑着说挺幽默，所以如果两个人遇到矛盾的时候，你是非常懂得如何化解的，是不是？俺们那邻居都说。一路吵吵，老听你媳妇吵吵，你怎么没动静呢？所以他总出去打工，愿意上班，宁可愿意出去挨累，不听媳妇叨咕。各有各的，你看吧。我说俺们那媳妇哪是吵吵，那是给俺们做报告的，上课呢。是不是啊？因为人家叔叔之前的爱人哈，周围都可羡慕他媳妇了，都说找了一个好老公，然后宠他爱他。因为我觉得三号阿姨，你不就是想找这样性格的吗？我觉得哈，真的给叔叔竖大拇指，他做的真的太够格了。哪个女人嫁给他真的是很幸福。我觉得阿姨哈，别的都是外界条件，如果说你能找着一个性格好的对你好的话，比啥都强。那也不行，那男的得有。那就没有男的阳刚。对，男的要有男的必须有阳刚之气。对，男嘉宾跟我认相就是很懂事儿。非常不是一般的懂事儿。我认为这点就不用再提了，他的性格了，为人处事了，懂事了，非常好。我认为非常好，他俩行，年龄差不多。你在生气的时候啥样啊？我在生气的时候吧，我那时候我和我那个对象生气的时候，我想走。你走了你就别想回来，大门他插上了啊，你就别想进来了，我就上别人家住去。我想躲着他的话，我得拿张纸走，我说上厕所。你看见没有？他现在放你出去啊，让你出去都不想出去。原来都寻思找个得了啊，比大强比较，现在一回可不能再凑了，逃出户口不能再入呢。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男嘉宾特别爱他的妻子，因为他刚才他说了，他所有的回忆全都是内心充满了一种幸福感。但是如果这种情分的根基不牢固的话，那肯定了，那就是你想怎么的，一定要掰着你去做。所以呢，就是说，对于再婚的老伴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不要硬掰他之前的这个想法，掰是掰不过去的。您现在要往前看，就比如说现在您跟三号女嘉宾真的是牵手在一块儿了。您会像爱护你之前妻子那样再次的爱护你这新牵手的老伴吗？二婚就不行，我就肯定从内心里就是全心的投入。如果咱真的啊，咱现场考验你一下，这个比如说媳妇吃饭剩饭碗了咋整？我说亲爱的，这个粮食是宝贵的，所以呢自己吃多少盛多少，尽量备剩啊。如果你要吃不了的话，你可以事先声明拨给我，我吃，不能浪费粮食。哎，就有一句话说，他吃不了，你会帮打扫了吗？一般的来讲呢，就是也可以，因为两口子不分彼此。三号女嘉宾，男嘉宾表现的咋样？我认为还可以，但是我就是担心啥呢？担心以后过日子，就是说的，为啥说的女人不爱搞带男孩的啊？男孩吧，多些他都认为你这个当后妈的那个。苛刻做的不对劲儿，女儿照顾你，真照顾你，真舍得给你花，就像我舍得我妈花我爸花，那我都行。女孩她自己都想添呗，我都想给我买件衣服买个啥呢啊，就是，但男孩就不行，男孩有家跟着，有孩儿女跟着，就认为给我花的，你看你咋给他买个金戒指呢，那不白瞎了吗？有那钱你给孙子买呗，他自己言外之意也有这个概念。你说这个哈，就是有点太片面了，就是你所想象的。就我那儿子也是不好找的儿子。其实我跟你讲啊，叔叔刚才那个说那句话评价你太对了，太片面了。就是他邻居都说，
嫁给老何家，他姓何，老何家的女人做老何家的媳妇儿都好，就从他父亲，就叔叔的父亲开始，人家就对人家妈妈好，到他再到他儿子，都是对媳妇儿好，特别尊重媳妇儿，而且是特别心疼女人的一个家庭。所以我刚才也想到了，为啥说他不让他儿媳妇儿工作哈，然后就是照顾一下他，他们家风就那样，不是说儿媳妇儿硬强加于他，是我们叔叔也愿意这么做，儿子也是这种观念，包括他之前那老父亲是这种观念，他家老何家老何头不带对媳妇儿不好的。其实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如果你要是想着女儿总是这样的贴心小棉袄，那你从另一个角度想，那女儿是不是掺和你们的生活要过多呀，是不是啊？儿子呢可能掺和的要更少啊。其实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你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刚才男嘉宾说你就是那你想出来的，其实往往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如果你自己已经先入为主的话，你就会认为那个人他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换一个角度你会感觉到豁然开朗。人家男嘉宾也说了，儿子也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对方是儿子啊还是女儿，我觉得都需要动一番脑筋，想一想如何把两个家庭融入到一起，好不好？来吧，有请二位来到身边，来有请。这男的他一直干到说话不好听的干到死，来吧，非常感谢女嘉宾，咱们一会儿见好吗？好，再见。来吧，男嘉宾，你还有一次机会选择一位女嘉宾，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男嘉宾啥隐情，让台上台下震惊不已。就是再有负担你也得往前走了，我觉得你是捡到宝了。女嘉宾择偶要求多，男嘉宾听了笑呵呵。我发现阿姨哈择偶标准特别多，那个矮就不正常。你是正常个不？你的矮不算。爱的选择，稍后我们接着看。看不清，哎呀还是看不清啊。花不花48，人到了这个年纪啊，眼睛就开始花了，该配眼镜了。我可提醒你啊，不验光直接买的老花镜，度数不精准，戴着也不舒服。我戴的是超视力新型花镜，量身定制，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就够了，很方便。中老年人眼花后，看近模糊嫌字小，总感觉光线不够亮，眯眼伸胳膊依然看不清。如果还有近视散光或远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需要几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不方便。李老师，这样清楚吗？这样更清楚。哎，这样更清楚。哎，很清楚，很清楚。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历经68道工序，才能定制生产一副合格的新型花镜。测好了，李老师，谢谢。原来每一副超视力眼镜啊，都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一对一量身定制而成的。超视力新型花镜采用渐变胶核心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各种视力问题，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定制防蓝光、变色、防眩光等功能，无论室内办公还是户外活动，远近都能看，视物不变形，视觉更清晰。超视力，看远看近都清晰，屋里屋外都能戴，遇到大太阳还能变色调光，连太阳镜都省了，感觉心情啊太好了。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现在拨打400-100-6565预约，可享受免费视力检测、免费眼部护理。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现在拨打400-100-6565预约，可享受免费视力检测、免费眼部护理。来吧，男嘉宾
你还有一次机会选择一位女嘉宾，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我选择四号。四号女嘉宾，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四号女嘉宾。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走得开心快乐过了。我是来自沈阳的刘凤敏。好，欢迎您，你好。好，主持人好，下午好。哎，你好，来，男嘉宾下午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有请二位来到我身边来，有请。他俩班呢？他俩各班呢？这个我想问一下啊，四号女嘉宾，您在密室里的时候看到咱家嘉宾第一印象咋样？挺好，挺好的。刚才听到他和另一位女嘉宾聊天了哈。嗯，对。你就聊的过程当中，你是属于给他加分了还是减分了？给他加分了。哪一项给他加分了？就是是个真心过日子的人。嗯，就是他现在还在外面打工，您支持吗？如果真的要是在一块儿了？不支持。嗯，如果他真的不打工了回来，但是要从自己的工资卡里拿出1500给孩子，能接受吗？接受不了。那他出去打工，工资卡不动，把他挣的钱给儿女，能接受得了吗？不接受不了。我实话实说啊，如果不打工他回来，工资卡里边的钱也不给儿女，可以吗？可以，赶上有儿女啥有大事了，那都行，知道不？看来女嘉宾是一个倔强且有故事的女士哈，咱慢慢去了解，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20858号女嘉宾刘凤敏，67岁，沈阳人，丧偶，企业退休，有住房，女儿已婚独立。岁月静好，是一个凡事看待的女人。大家好，我叫刘凤敏，来自沈阳。但我不是一个清冷的女人，只不过很内向，不爱讲话，遇事波澜不惊是我的性格。因为性格的原因，我不喜欢跟大家交流。每天我最喜欢打理家务，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完了静静心心地看电视。经过前一段特殊的时期，我越发的孤独，连我这个宅女在家都待不下去了，我就加入社区舞蹈队的队伍，每天跟漂亮的女士一起排练，我的心情都变好了。一周我去上那个社区排练节目2次，参加这个社区舞蹈队，少数民族舞蹈队。我平时可以上我姑娘家，还有在我家两头住。我想找一个有房子的靠谱的男士为伴。爱你选择我来了。嘉宾，这个业余爱好只有一个广场舞是吧？嗯，还可以吧。有时候反正我不会唱歌，但是跟着朋友有时候上歌厅唱了歌。如果真的是有老伴儿的话，您还继续跟朋友们一块玩吗？那肯定的了。嗯，不会放弃是不是啊？对，我希望我找跟我有共同爱好的，穿衣戴帽各好一套，他喜欢的，到时候要是真正在一起了，我也支持他。嗯，我发现男嘉宾是一个特别通透的人，而且是充满了活力，这一点特别难得。哎，做的不太通透，这还得是坚持出去上班。哎，就真有一天说不让你去了，可以不？不让我去也行，陪陪老伴儿，可哪溜达溜达，这玩意儿也是乐趣。也是乐趣，是不是啊？来吧，见面了，打分数吧，给女嘉宾打分。我打100分。哎呀，这分儿高啊！女嘉宾给男嘉宾打分，98分。来，接有请二位，咱们坐下来慢慢聊，来有请。你几个孩子？我一个孩子。你男孩女孩？女孩。女孩。嗯。哎，都有工作了，都成家了。45了。45了。我孙女都考高中了。是吧？嗯。对。没有负担，自个儿挣钱自个儿花。我是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自己的，那个孩子就外地打工，完了让俺们原来那老伴看着。后来他们就走了，就把这孩子扔给俺们了。这孩子领养的，就相当于这孩子是你们领养的。就这孩子吧，要么说我对这辈子吧，咱这么说吧，我也没少挣钱，但是我对钱看得特别淡薄。啊，要是看你为重，我就不能拉着这孩子了。所以说这一生就养成一个就是良好的习惯，养成这个会持家的这习惯。他自己的亲生父母有回来再找吗？他自己亲生父母
后来我找着的，哎，找着的，完了我也给他送到亲生父母，送去他待了不到一个月，又跑回来了。他上外边，他说一打工去呗，他有负担呗，是吧？仔细呗。就我觉得叔叔特别善良啊，他不光是说对自己的家人好，而且还跟一个没有血缘的一个孩子，他属于承担起这个责任，他特别有同情心和同理心。而且你知道，即便他父母找到了那个孩子跑回来了，也是因为他特别想念叔叔，叔叔因为对他付出那种亲生父亲的爱，而且到最后孩子还留在叔叔身边工作，所以我觉得那个叔叔是投入了真的父亲的感情在这个孩子身上，所以可见叔叔的人品真的是特别的好，而且有大爱的一个人。所以说今天我们可以这么说，男嘉宾啊，真的是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而且对你的人品，我相信在座的啊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的敬佩。你有没有把你这个养子当成一种负担，也拿钱想到未来还得给他，哎呀就还得找工作，还得上学拿钱，你有过这种想法吗？你这么说吧，要说心里话，因为你拉扯他了，就是再有负担你也得往前走了。哎，我想问一下，如果这孩子现在25是吗？啊，他以后成家还需要你再掏钱？成家那天我跟他，因为他找过，他找着他爸了，他打工起早贪黑的给他儿子孙子挣钱，我给家起早贪黑的给他做生意啊。对，我不就听说伺候你孙子吗？能给家个伺候伺候我孙子呗。对对对，他爸那个给邮来两个钱让他买房子，买房子他好找对象啊。赶上我告诉他邮来，他给邮来5万块钱，我说那5万块钱不够，我说他买房子我也得搭点，是不是也不能不管他，因为毕竟是从小拉扯大的。所以这笔钱已经准备好了是吗？哎，都准备好了啊。真棒，哎，太太好了，我真的是我真的是肃然起了敬哈。我觉得叔叔的，你虽然身高1.67米，但我给在我心目当中形象你太伟岸了。行啊，真的是给我们连连惊喜，男嘉宾哈。可能之前呢，可能有很多的女士还觉得你今儿咋这样呢，是不是啊？要给谁钱这那的，但是我们从中看到了男嘉宾真正的人品。我觉得这一点反面能够衬出男嘉宾和他的家里人的这份德行特别好。所以4号女嘉宾，其实您今天真的是，如果两个人合适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觉得你是捡着宝了。是人品可以加分，但是反正不适合咱们俩。刚才咱跟4号聊天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女嘉宾反应速度很快。第一点，第二点，她自己有一定之规，你别人改变不了我，是吧？就是这样，咱也看一看她经历了怎样的婚姻。我只有一段婚姻，在那个年代我们俩是同学，相处完事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俩相敬如宾，相亲相爱，其实再合适的两个人都有摩擦，就像这世界上没有一对完全吻合的齿轮，都需要相互磨合才会相处的融洽。我们磨合了30年，在我60岁那年他都突然去世了。本来我就不太爱说话，在他突然离开之后，身边没有斗嘴的那个人越来越不适应。你是想找个爱说话的还是不爱说话的？其实都一样，不想找那些那有那么多框框。万一有一个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男人出现，我越看越顺眼呢。我想找另一半，自个花自个的钱，希望我俩在一起开心幸福就好。我发现阿姨哈择偶标准特别多，什么身高1.70米以上啊，还得有住房啊，要性格啊，然后其他等等等等。4号女嘉宾啊，这个我们都爱问，你家这些条条框框都是谁给定的？我自个儿啊，自个儿就是想啥写啥了。对啊，个头儿的是用啥？就是那不是挺正常吗？男人不都得1.7米，就是最低的标准吗？他想那一座，他比他买那些还想要多少吗？就是你的理想型是1.7米的，对对吧？但是至于达到达不到，咱看本人再说啊。处的是不可能啊，不可能，就是1.7米以上，不行，必须1.7米。特矮的就不行，就像咱男嘉宾1.67米，不行，这一就瞅着挺正常一个男人，就是一般个就行。那个矮就不正常。不是我说个，咱们说的思维，这1.7米挺正常的，就都一般个，挺普通的。阿姨你多高啊？对呀，我1.58米。你是正常个不？你的矮不算。1.6米有什么用？你也不传宗接代呢。
嗨，女的矮不算矮，男的矮不是矮，对呀、啊，男的最起码得达到1.7米呀、啊，有体面呢、啊，瞅着得劲儿啊，自个儿瞅着也得劲儿啊，就不需要不想找矮的。这女的她净搁外边溜达，她净接触外边那些。我原先只少1.75米，所以她不行，她净搁外边溜达，就找个像样的，我也领一个。您有遇到过有1.7米的男士？我一直我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找过。现在因为啥呢？事儿大了，就觉得孤独了。还有对方必须要有房子是吗？对呀，那你说的男方必须有房，我自个儿有住房，我自个儿独立，但是男方必须得有房子。有平数呢？两头住呗，那有个家就行。还有收入呢、啊、也有要求。对，收入3700了，4000以里的。对方必须是丧偶的。反是还是丧偶的是最为佳最好的了、嗯、但是要是条件干啥呢好的话呢，要是一什么离婚的反正也能考虑考虑。那好，要是相中的话，也就是说你碰到合适的只要不够1.7米肯定不好使。 对来这样啊，咱先听一听密室的女嘉宾是怎么看待的啊。都这样年龄不应要求那么高了啊，就是能过得去就行了啊，不抽烟不喝酒的了，性格好点的。那你会有个硬性要求，就只要你喝酒你别告诉你喝多少，你沾着酒不行。那没事，少喝点行啊，不到不用那么苛刻就行。那你有特别苛刻的，就是你只要是沾这个一点点了我肯定 pass 掉，你再好我也不要你。没那么严的，没有那个硬性的要求是不是、啊、嗯嗯，虽然这个年龄了哈，但是没有那么苛刻的要求。嗯，也不想将就也不想对付、嗯、但是吧取长补短，如果他这人特别好，心地善良人品特别好，个子矮点儿也可以，那1.8米大个能咋的呀，他心没在你这儿，你就别影响感情的，你天天搁外吃喝嫖赌影响感情，你别影响生活似的，8天老不回家是不着家，这不行是不是、啊、对不着正调，这都属于影响俩人感情、哎、生活的是吧，对、哎、好，谢谢密室女嘉宾。那你咋这么特别喜欢干啥的，就是个儿差不多的。你初恋是1.7米的啊？有。你有情节吗？有。是吧？啊，你看肯定是有原因。你曾经特别喜欢一个人，他1.7米，他在你心目当中那我都嫌矮呢。这个人呐不在高矮，我是这么认为的。嗯，他只要是在家庭有一个爱心，他有这个想法很正常。你挺理解他。啊，男嘉宾，你这话我特别赞成。比别的男人好。人都说了，情感在哪，一定是首先是感觉。如果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感觉就不对，后面就不要谈了，因为没有谈的可能。所以呢，感觉特别重要。但是这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主要的一点是什么？他的感觉之外，一定要看他的品质。我觉得男嘉宾身上的品质是特别有闪光的地方。另外一点，姐姐，咱们要看的是什么？对方对你的感觉，因为你对对方的感觉有了，那么对方对你的感觉什么样？对你是不是好？对你是不是心悦诚服，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嗯，但是有一点我认为还是好事儿啊，毕竟阿姨刚才解释完之后我这个石头就是落底儿了。不是说阿姨瞧不上个矮的，也不是说觉得个矮的人可能是说不优秀，而是他有这种情节，就像心里没有完成的一个愿望，就像我们自己实现一种理想一样，他可能这种情节还没有释放开。所以我觉得阿姨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在未来某一天你会被某一个男士打动，也不会再受那个身高的限制，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不可能啊。好。这是一种执念，年轻的时候没有实现的，我这时候了，我为什么不把它实现一下？人生匆匆，我宁可不留遗憾，我宁可我自个儿过。对，咱们接刘强瑞来到我身边，真是非常可爱的一位女士啊，很可爱啊，这是我们怎么劝也没有劝动的啊。当然了，如果这1.70米以上的男士他想找到他，他认为是他生活最美好的开始，支持你，好不好？来，有请女嘉宾先稍作休息，咱们一会儿见，好不好？嗨，好嘞。人品挺好，就凭他能劳动到现在，这人品挺好的。其实我挺羡慕四号女嘉宾的，即使是在这个年龄，她依然勾勒着自己心目当中最完美的那个形象做老伴儿，而且她坚信她能够找到。如果真的是啊，在她勾勒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她是非常憧憬的。哎呀，那我再找的得那样那样那样。
那我觉得他是心中充满希望的，我希望这样一个对的人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早点出现。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女嘉宾再一次登场，进入我们爱的考验。他俩都挺自信。在我念的过程当中，请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一，可以到我的城市生活吗？二，牵手之后两个人的财产如何分配？三，多长时间换洗一次床单？四，你拿我和你的前任做对比吗？五，我不想搭伙过日子，你同意吗？六，最想去哪儿旅游？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问男嘉宾。我选择二。牵手后两个人的财产如何分配？顺其自然吧。好，就是互相之间这个协商解决。四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选择四号。四，你会拿我和你的前任做对比吗？那不能，因为每个人他有都有个人各的优缺点。男嘉宾选择一道题问对方两位女士，选一。一，可以跟我到我的城市生活吗？三号女嘉宾，可以。四号女嘉宾，可以。好的，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选择心动时刻，来，男嘉宾，有请三位背对背站好。背不是选那小个，大个，大个，那选大个。好，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做出最终的选择。三，叔叔往上拔一拔，高半头高这些。你别说，你俩挺般配啊，没有说的。你是不怕说有一天领他？哎，这时候新找的老伴儿，别人说哎太矮了，还没你高呢，是不？还怕别人这么说呀？我不怕，这岁数了，怕啥呀？那有啥顾忌啊？这三厘米啊？嗯，没啥顾忌。二。我希望我找跟我有共同爱好的，穿衣戴帽各好一套，他喜欢的，到时候要是真正在一起了，我也支持他。一，请选择，一位是热情开朗的三号女嘉宾，一位是沉着冷静的四号女嘉宾。男嘉宾能否勇敢转身为爱告白？爱的选择答案马上揭晓。早也渴，晚也渴，天气一变，渴渴渴。老慢支。老咳喘，老不好，快用好舒宝。走也喘，坐也喘，动不动就喘喘喘。老慢支，老咳喘，老不好，快用好舒宝。好舒宝牌黄金油胶丸，采摘广西大峡谷黄金树嫩叶，一公斤浓缩提取一克黄金油，药力大，药效强。好舒宝牌黄金油胶丸，去得了痰，真得了咳，停得了喘。老慢支，老咳喘，老不好，快用好舒宝。好，力量迸发，再次突破极限，释放，你可以更强。双汇王中王，肉量足，更好吃，不断突破，更新，更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一，请选择。最好再下一秒。好的，非常遗憾，有请三位来到我身边来，有请。男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是，两位女士都挺优秀。哎，您经常看我们的节目是吗？是。所以这句话您是在电视上学的。咱俩在交谈当中，他也表白他的意思。就如果他做你的朋友的话，你也不想继续下去，是不是？不太合适。好，那位呢？三号女嘉宾。他也挺好的人，不过咱俩地区住的不一样。您说可以到你城市？到我那个城市，咱们试一下再说吧。好了，三号没有转身的原因。我认为再慢慢了解了解吧。我认为他负担有点重。他们就想私聊，钱要给那老太太说，钱要给他行。这个四号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不够一米七。好嘞，这多明确，干脆。那都是借口，他要开一万，你看他干不干？不是个儿的事，是吧？好，非常遗憾哈，没有牵手成功，但是依然把一份祝福送给三位，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找到属于自己那份感情，好不好？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再见。我想找一个性格像头的，性格好一些的，能够就是在一起，能够共度晚年的。我想找一个没有不抽烟不喝酒的，有点气质的。我想找一个爱我懂我的男士为伴，没有恶习的。我想寻找一个男人，像个男人的样，别像女人似的事儿多。我想找一个对我真心、有气质、
有男人饭的男人。今天这场节目我发现哈，这场上三位呢虽然都有各自的一个生活标准以及择偶标准，但是呢这一场我觉得没怎么替他们着急，又觉得他们真的挺可爱的，希望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择偶标准早日找到另一半。非常感谢电视机前所有观众朋友的观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在这